看远处的雾散了，哇，好漂亮，那云朵被这个堵在这个两山中间了，呵呵，出不去了，非常非常美。看看，现在充到97%的电了，咱们家大白马上又要满电了。有这个暖风机，我们家非常非常的舒服。这个气温是刚刚好，24度，在房车里边是最舒服的气温。时间过得好快，现在已经快7点了，现在气温呢也骤降下来了。看，半仙他们已经关着门，在房车里边吹这个采暖了。还是我明智啊，提前把这个先拿出来。然后我们家现在的室内温度是25度，还是很舒服的。我们依然是开着门的。刚才啊，我给这个充电宝充电啊。然后一直充不满，99%就不动了，一直充不满。之后啊，它这个地方一直都是烫的，包括现在我就给它放在这外边，因为这个桌面是很冷啊，现在外边的气温比较冷嘛，但是它一直都是烫的，我有点不太敢把它放回那个房车里边，我担心它燃起来。因为这个充电宝跟了我们也有3年时间了，我们是刚出来的时候买的这个充电宝，不知道是不是里边出啥问题了，但现在都还是很烫，我要等它完全冷却了我才敢放回房车里边，不然的话我就还是给它放到外边，万一自燃了那就麻烦了。最近这边都下雨啊，为了我们方便用这个桌子，咱们把这个塑料袋就直接套上去啊，一直套着，拿个皮筋绑着，这样要好一点，这样收起来它不会掉。就这样的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还有没有在烫，我去，还在烫，只有一点点温度，但是一直在烫着，很担心它坏掉啊。为什么放不冷呢？好奇怪啊，这么久了。刚和半仙他们商量了一下，今天的话我们就不胡吃海喝了，休息一天，各自为战啊，各自想吃点啥吃点啥。我一会儿呢自己煮点粉吃啊，就吃的随便一点就好了。这个终于是降下来了，但是还有点余温，都还有点余温啊。再继续给它摆到外面，再摆一摆。啊，今天咱们就随便吃点了，各自吃各自的。那个肉佐呢，他吃什么螺蛳粉啊之类的，我们就随便吃一点。这样的话，有助于清理一下自己的肠胃啊。拿出我们家小电锅，咱们开始做饭。也不存在做饭了啊，就是简单的煮个面，
煮个粉。到营地了就可以用他们这个自来水去煮粉煮面，就不需要用我们的纯净水了。哎呀，插上，开始烧水，到我们后备箱去拿一下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米粉。米粉。对啊。我想吃你煮的面。想吃我煮的面？你要吃这个宽粉吗？我不想吃，我想吃面条。想吃面条？那行，那我给你煮面吧。吃米粉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吃米粉，吃这个一份，就少吃一点吧。哎，少吃一点，总觉得它不够吃。这么多，两个，一个，对，少吃一点。哇哦，好快呀、啊，这就开了，然后半仙。半夜去买肯德基去了，我就知道今天他们离不开肯德基，所以说我就想着大家不一起吃了，咱们吃点简单的。最终咱还是吃这个吧，吃这个宽粉，吃宽粉，咕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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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煮一煮。来，放调料，放调料，煮一小碗米粉吃。好了，煮好了。哎呀，看这个带宽度的这个米粉。简简单单又一顿呢、啊，咱们啥也没有买，今天就不搞菜啊那些了，目的就是不想做饭，想减肥啊，不是减肥了，就是听这个广大网友们的意见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每天胡吃海喝的对身体不好。对吧，所以说咱们就不胡吃海喝了啊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，强烈推荐评论转发。就吃的，吃的随便一点，垮上这个灵魂的鸡辣椒。哎呀，太爽了！煮了一碗辣鸡粉，果然是辣鸡粉。对，来看看咱的辣鸡粉。他们两口子出去吃饭去了。他们本来想吃这个肯德基啊，结果哎，啊可以，会你接吗？咋的啊？那罐子你直接打开嘛，阿边哎，对，直接有水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辣鸡粉就煮好了。他们两口子一开始说是要去吃肯德基嘛，结果人家六点钟就关门了，他们就吃不了，然后去找别的吃的。先来一口，尝尝咸蛋，哇！好香啊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嗯，这个米粉也可以，这种干的米粉直接煮，不用泡，直接煮就可以了，很香。我看看这边是不是来了个车友啊？哦，来了个车友。哦，他不是在这停啊，只是借点水。
好，重新烧个水给肉灼煮，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吃一套碗，只需要洗一套碗，嘿嘿。你们都吃完了？小吃好，小吃少吃一点。对，对，可以可以。哇，我们这个好快啊，瞬间马上要开锅了啊！厨师永远都是这样的啊，给自己做的时候就随便对付一口，给别人做的时候看看，辣鸡加脆哨。哎呀，来肉卓，肉卓啊，面好喽！来啦！哇塞，嘿嘿，好香啊！快去吃吧。好，我把这边收拾了。怎么样啊，肉卓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嘿，那吃的，那叫一个爽。明天还要吃，嗯，天天吃都可以。吃完饭，咱们一家三口要出去遛弯了。现在下着毛毛雨啊，来，浪浪，下，下去，下来。啊，今天带着他在外边遛，因为这边四下无人啊。走吧。波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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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妞妞妞。吃饱了就得动一动，这样关门吧，我们才能活久久。关。看这边，这么大一个场地，全是小浪浪的啊！快走，趁现在雨还没下大。飘毛毛雨啊！赶紧，对，赶紧，赶紧散完步，我们就好回去了。看肉卓发现了这个地标，我飞无人机的时候已经发现了的。我们现在逛过来了之后，肉卓想合个影，小浪浪也去合影了。来来来，此生必驾318，快点！上海西藏。